无线年度盛事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22今晚举行，一如往年，红地毡大班女星施展浑身解数，争艳斗丽，当中亦有不少艺人失手，奇特的造型令人一见难忘。以下就严选多位你不可以错过的造型，三位应届港姐林玉伟、梁超仪和邢慧敏鲜艳的造型，十足预告新剧《一舞倾城夜总会》的造型。而吴恨美又忽然之间发福，紫红色的紧身 lace 裙更将她的三层肉尽现，缺点表露无遗。王浩儿 JW 虽然性感，但是鲜红色的吊带裙毫无线条可言，露得无美感。而最令人关注的陈盈今日突然回归平淡，无惊又无喜，令人乏味。